如意班已经来了，有请。看来这天是要下雨了。他是朝廷重犯，请马大哥请个方便。在下王神仙，道长不在山上修行，下山来做什么？坏了，这真要出大事儿了呀！是老天爷助你报仇雪恨，你们背后有人指使。哎，慢着，您什么时候来的？这是家黑店，云州帮子。你和他是一伙的，谁都不许出去。原来你早有埋伏，你到底是谁？来这儿有什么目的？侠家犬。